爸，爸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啊？放心吧，他收到你的信会来的。 因为你系我最睇得起嘅人，只要你肯揿头，我会俾几百倍你。爸，你有没有做过犯法的事？等我回来之后，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你爸爸可能系公安，真噶，我好想话俾全世界的人知道哦。 未来嘅中国杀人，好鬼酷嘅只嚟，你睇下咩啊？正嚟咧！佢嘅精神同魂系在我的脑海中，将你大哥肉手里面攞一句。 都好薄啊！搏得个揾你，好啊，起身啦！发梦都挂住金牛。冒险王呢本小说写咗93集，仲有7集未写啊！我哋一于同佢揾翻盒入面啲嘢咪得咯。